修仙吗？无处可藏。看一波，夫妻二人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是个弟弟呀，我。都，那个发条也交闪了，挺好。那卢仙在那干啥呢？哎呦我的天！啊，这。这咱就不去了啊！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killing spree. Shut down. 冒充。沟里的尸体，发条好像确实施法距离蛮远的。追不上了，给我减速了。对线确实不好打，他手有点长，像卡特这种的，杰这种的还行，可能还行。成为我的魔刀石。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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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百二点蓝。哎呦啊，这哈子！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这哈子他妈的不打剑圣打我！哎，我蓝正好差一点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蓝，完了，剑圣开始了。这家伙，这可不好，不是很好办了呀。晚豪也炸了，这个剑圣也炸了，我们还好，其实我们还好。发条挺骚啊，虽然我不知道他骚些什么东西，给机会呀、啊！你要是这么给机会的话，小伙子，我这把可要晒起来了啊！晒起来，回家了。这波回家，我说实话，少了50块钱，那个兵没补着，
我决定去趟上路，看看能不能帮着婉豪干一波剑姬，翻一波墙。来，剑圣怎么还往回抽呢？我从不妥协。这家伙，爬着五杠一了。下路赶开一波，速战速决吧。这随时怎么还跑过来了？给个人头来，无处可藏。塞吧。还可以，我需要个蓝 buff， 圣哥肯定是不太想给我，这肯定是不是很想给我，这哈子六了，不好杀呀，不好杀，杀不了，算了，回家了，先把皮鞋做了。不行，不能先做武术海，先做武术海伤害不够，我们必须得先把伤害堆起来，我们才能搞个武术海，知道吗？不要妨碍我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哈子这英雄确实是很难杀，很烦啊！漂亮，600块，蓝拿了。你的愚忠对我，我靠！我说实话，婉豪这一波俺们要是上，那就得死。所以我决定还是算了。俺们御剑传说有一个外界。平 A 走就行了。算了，那哈子我估计在中路要来了，还追呀？哎呦，无处可藏。你喜欢秀，那我陪你秀一会儿，好吧？游走于刀尖之上，享受。
卡瓦隆拉。来，别走。好。哎呦我操，这拍地板拍着我还有星石，玩个钉吧。他们活不长了。那怎么拍地板还能拍个星石？我服了，我是真是服了。他多少血呀？啊，血不多还行，我过去瞅一眼啊。我过去帮你赶开一波。平 A 一下应该就能死。去中路逮个发条的。其实我想等个电刑，发条22，好像有钱吧？发条，发条多少钱啊？把中塔拔了。别我碰着你啊，我跟你说。什么伤害，这英雄伤害不就这样吗？这不属于很正常的伤害吗？哎呦我的天，杀个发条六级一套就死 W 闪现 RQ 死了。其实刚才我们的手啊还是慢了一点，稍微只有傻瓜才会为命而献身。去上路赶他一波，去上路赶他一波，来，这武术还这得上路赶上一波了的。哎呦，你别抱他呀，你抱他，你让阿兰先上啊，无处可，这把这剑筋可能要起飞呀，他能挡我技能。我再去趟下喽。哎呀，这蛤子可能搁旁边，小心点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哎，好低。哎，再见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我就不跟这蛤子打了啊，我跟他打不合适，他有星石，我的伤害容易灌不死他，可能差一丝儿血，我们不合适跟他打。我们先撤一手，等一下啊，看看这剑圣会不会。往这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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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这走。怎么老让人换呢？别老让人换呢。不过下等马换上等马，我说实话，赚。师傅按 W 接 Q， 有电刑能死，没电刑死不了。往右边走来。
没用，这没伤害这发条，这滚的也太慢了，这刚才给我干啥呢，这翻滚呢，享受钢铁之腕，把中路塔拔了吧。接受啊，我回家了，别给我打信号，我不可能去，我一百滴血我去干啥去啊，我逗我玩呢是不是，我不可能去，别叫我，我不认识你。发条还推不推？再去上路杀波剑姬吧，都杀几波这剑姬。速战速决吧。怎么回事呢？人都没了呢。好地方，给你减个速，算了。他不回头，拉倒吧，溜了溜了。发条不杀的不行了是吧，发条不杀的不行了，我发现了、啊、可恶啊，可恶的寒冰，吓你一跳，也吓我一跳，我没地儿躲了。我们杀了13个，被寒冰给吓荡了。他活不长了。看来不杀这寒冰是不行了，我发现。想杀我，不行了，这寒冰杀不了了，一会儿再说吧。我从不妥协。剑姬来了，
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死。其实我们杀了这么多人，依旧是这么难打吗？那确实这把有点难搞啊。去波下路。上啊，这是没法上。这波杀剑姬确实不应该，确实不应该。我寻思他没有 W 了，俺们试试能不能给他秒了。应该杀了，上当了，他有咳血战术。我没有一瞬之间把他秒了。别上了啊，别上了，一会儿再说吧。轮秒大，收集者多少钱呢？收集者1300。我从不妥协。没有重伤了吗？其实剑姬也能杀，也不是不能杀。带呗，让他带呗，我们10秒有大，稍等一下。这婉豪干嘛去了？等一会儿4秒，3秒。哎呀，跳不过去，我先吃狗屎啊！剑姬搁那等我是吧？他等啥呢？完了，给我点烟了！你们仨人还怕他一个呀？他又不是能秒人的。这更结实。哎，漂亮漂亮，哎，卢仙，这夫妻俩还不把这锤丝给干了？哎呦我操，你俩啊，有点那种宣传片的意思了。我最后来个春哥吧。锤丝暗影刀，寒冰也没什么东西呀，我看无处可藏。我操，
他挺难受啊。哎呀呀呀！点死他，再来一下，漂亮！来试。我这钉就不应该放，哎，我真是个傻逼，我忘了木印能隐身了，放个钉，真傻。那都有木印了，还出什么出？不出了，出无尽。确实不用钉的，来吧，打去。来来来来来，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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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我把那剑姬秒了，把他杀了来。哎，这都没死吗？这剑姬还不死啊？来团啊，压没了，快守一下家。还好我们家的这个已经复活了啊。打剑姬的代价有点大。哎呦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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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给我注意了。到到小龙，小龙剑姬挡技能太膈应人了。追不上人呢，手太长了。大龙可以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现在没有扫描，挺烦的。哎呀，那锤石怎么跑我后边来，还能让他跑了？哎，等我回趟家啊！等我回趟家，等我回趟家。这没肩的背的，也不知道怎么跑这来了。剑圣干啥呢？你俩跟我打啊？啥意思？你一个打一个，守基地守不住吗，兄弟？一打一守基地，不至于守不住吧？我他妈 A 死你！给我打大龙，差一个无尽钱啊！哎呀，我这算了，先不回家出了。
怎么地？游走于刀剑之上，有点大的。把八条杀了。哎呦！守个家守不住吗，兄弟？我操啦！神仙难救啊！守个家守不住，我的妈呀！锤石我杀的，发条我杀的，瞎子我杀的，寒冰我逼走的，他妈的还得杀一个吧，还得有个剑尖儿。哎呦我操了！